你们看到那窗户很怪哦，它窗户就窗户，它那个弄这么密，那个那干嘛鸟笼吗？对对啊，为什么要弄成这样子？因为就是才可以里面的就是女孩子可以看到，可以看到就是人家走路的，嗯，可是你他不要弄那个洞也看得到人家走路啊。因为在我们的 religion 是男生不能看到女生，对，我知道，就像回教徒有没有，他会把它包起来。世界地点。我真的发现啊，虽然我们来的是北非，但是你真的不能把它当成非洲国家来看，它真的是算是阿拉伯国家，而且很有欧洲风情。除了水平视角你看得很漂亮以外，一定要抬头看一看。哇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它的那个圆弧造型，有没有很像那种阿拉伯那种以前那种天方夜谭的那种？真的很漂亮哎。参观回教国家的建筑，请切记，除了看平面，一定还要抬起头看华丽的屋顶啊！这些精美的雕饰完全靠人工一笔一刀刻画出来，而且穹顶式的屋顶在宗教上，除了代表真主阿拉无穷的力量，在空间上室内也会变得相当凉爽，一进来就被饭店的大厅给震折住。不晓得外头的中庭是否也很 shock 呢？哇，很漂亮哎！但你又看到现在整个后面，它整个风格啊，饭店风格，它不是很高那种盖很高很高的饭店，它这边整个空间的开阔感非常的好，非常的舒服。看它这边整个泳池，哎，好舒服，这泳池看着就舒服。天气是好的话，阿内，哦，哇，阿内舒服啦。如果放假来这边玩，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选择。而且你来到这边，花费可能又不会像在欧洲一样这么高。来，你看旁边马上就有人 service 这个咖啡上来，哇，非常漂亮的 service。饭店两旁的地中海型别墅，让人一看就想来这里度假。还有超大的游泳池，是不是让人看了就很想跳下去呢？但是跳这儿就逊毙了，一定要炸地中海才时尚啊！不过要实现这个愿望之前，必须先得去一个曾被《国家地理》杂志评选为全世界最浪漫的小镇 ，Sidi Bouzid 才行啊！而且没有门路是办不到的哟。至于线索，就在杂志里喽。有没有一种悠闲舒服的感觉？地中海，刚好整个环绕在眼前 ，I can't believe it。我最想来的地方就在眼前，好舒服啊！而且在这么 fashion 的地方，好不好？看一本 fashion 的杂志，这样才是对的。哇，这才提高了自己的 sense 哦。蓝白小镇是突尼西亚最热门的景点，坐在这里有一种置身于希腊度假小岛的错觉。蓝白色的建筑呼应着地中海与一望无际的蓝天，仿佛就像在人间仙境一样呢。的确很时尚。哎呦，这个人蛮帅的哦，对吧？你不觉得他有点眼熟吗？在哪里看过？不可能啊，在哪里看过？一模一样哎！哇，很帅哎！那你怎么知道我们来这边？我们这边，我们在突尼西亚只有四个台湾人，四个加台湾人啊，就四个而已。对啊，就四个而已，所以我听到你们来了就直接过来。哇 ，say hi！ 全突尼西亚就四个台湾人。
哇，哎，那你是？我是做，我是服装，还是 model 吗？哦，对，不是，我是服装设计师。啊 ，designer。对 ，designer。这是，所以这是你设计的衣服？对，没错。哇，我以为你是 model， 可是而且你长得很像那个，你知道五月天吗？当然。五月天里面 MV 那个。当然了，我那个男主角。2007吧，嗯。我那时候我跟他们有拍啊，他们来春夏的时候，就是你。原来在五月天的 MV 里有位东方脸孔的小男孩，就是他。欧瑟夫说，8年前他们来图尼西亚取景，原本导演要透过当地的经纪公司找男主角，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，于是便请在一旁看戏的他来饰演看看。没想到完全符合导演的要求，一试就成功啊。8年后，小男孩长大了，欧瑟夫并没有走向荧光幕前，而是在幕后成功当上国际级的服装设计师，定期还会到摩洛哥、杜拜、法国等地办时装秀，真是活塞雷啊！而他说，来到这么时尚的餐厅，一定要点杯松子茶喝才够炫。哦，这个就是松子茶，没错，它里面就是加松子嘛。嗯哼，是这边是算特产吗？对。来这边一定要喝一杯松子茶，感受一下地中海风情。哦，欸，很香哎，很香哎，它那个松子的味道，主要就是用泡的，然后再把松子丢进去嘛，还是用煮的？煮的，用煮的。哦，欸，再加上那松子一点点的香味，哇，好好喝哦。然后下去，整个身体很舒服，然后再加上这松子香味，人生最大的享受。Great。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地方，你去做 design 的时候会很。就很有感觉，很有灵感。小小的透明玻璃杯装着热乎乎的薄荷茶，上面还浮着几粒松子，喝起来微甜又凉爽。这就是图尼西亚人的国茶松子茶。而欧瑟夫说，今年夏天正好流行蓝色跟白色，那我们还等什么呢？就赶紧到最有设计风的蓝白小镇逛逛吧。今夏最 hit 的 fashion 颜色蓝白拖，配合我们现在这个蓝白小镇。欧瑟夫，用你设计师的眼光来评论一下。上面还 OK， 上面下面就有问题。可是这个地方可以。我觉得蓝白拖来这边会卖哦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觉得很合这个颜色吗？对，在这个地方对，就非常的融入。因为我从以前就一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疑问，为什么像这样蓝色、白色，就是一讲到这样颜色就代表地中海？因为蓝色是代表海，然后白是代表 pure。哦，纯净、纯洁。哦，别说我是个死台客啊！既然来到蓝白小镇，当然要穿蓝白拖才适合。连旁边的阿豆啊都跑来问我这在哪里买呢 ？City Beside 跟希腊的圣托里尼岛的景色很像，都紧邻地中海，一样的蓝白色建筑风。走在巷弄里更是诗情画意，就像是走入风景明信片一样啊！不过这里每户人家的门上怎么都有一些像外星人的符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是叫法蒂玛的手。哦，法蒂玛，法蒂玛的手，我知道，法蒂玛算是一个守护神，对不对？保护神。对，没错。这有点像在台湾挂那个八卦镜。你知道吗？对，在家里面挂八卦镜，有些人贴一个符啊，那种等于是保平安的啦。那下面这是什么意思？下面的是那个柏柏人的别针，别针啊？对，他们在他们的衣服的，对，他们说会挂两个这个，就一样，就是这个的图案，就整个都是他的别针图案。哦，哎，它这看起来像不像月亮？嗯，像一个月亮，但它是整个是一组的。是的，没有错。可兰经规定穆斯林不能膜拜偶像，抱歉 ，I got you。所以门上不能有动物或是人的图案喽，只能有星星、月亮、太阳或是几何图形，是吧？而这只手掌则是象征保护之神法蒂玛，有驱邪保平安的作用。不过我又发现更妙的地方了，有些门上竟然挂有3个铁环，这又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在设立的时候，这边这个部分是男人。就是专门给男人敲，对，这个是给男人的，对，然后这边是给
女人，这边给女人，对，嗯，然后这个是给小孩子，哦，就每一个有不一样的声音，嗯，所以一敲不一样的声音，所以里面的人就知道是谁来了，所以男生就，sorry， 哎呀，分局，我一开灯开完，哎，这是给。你这是给小孩，门都很开了。Sorry, beautiful house. It's a real one. It's a real one. Yeah. Oh. When you look at the door, I open the door. Oh, thank you, Messi. 门就很开了。这可不是 setting 好的哟，房子里真的有住人啊。欧瑟夫说，这里的无敌海景别墅一坪最贵也才18万台币，所以许多欧洲人都会来这里置产跟度假。而传统房子门上都会有三个门环，左边的专属男人，右边的就给女人用，用敲打的声音来辨识客人的身份，方便让屋中的女主人回避，或是包头巾应门。这一切都是跟宗教有关啊。师傅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窗户？哪？你有看到那窗户？很怪哦，它窗户就窗户，它那个弄这么密，那个那干嘛？鸟笼吗？小洞。对。对啊，为什么要弄成这样子？因为就是才可以里面的，就是女孩子，可以看到，可以看到就是人家走路的。嗯哎。可是你他不要弄那个洞，也看得到人家走路啊。因为在我们的 religion 是男生不能看到女生。女生对。我知道，就像回教徒有没有？他会把它包起来。没错。所以，但他在家里面是拿掉吗？哦。他在家里面不包。对。如果在里面，然后全部是女生，他就不包。哦，所以然后如果有男生，他就得包。对。哦。哎，这我第一次知道，因为我一直以为他就得一直包着，就是因为有宗教，所以就是有这样特殊的形式的窗户存在。密不透风的窗户，光看就觉得热。因为回教对妇女的约束非常严格，这个设计可以让他们不需抛头露面，就可以安心在家欣赏户外的风景。先生也不必担心自己的老婆被看光光。蓝白小镇的巷子内错综复杂，其实故意迷路也是个新玩法，因为会逛到一般人看不到的秘密景点哦。参观完美丽的蓝白小镇，欧瑟夫说：“肚子饿了吗？跟着他去坐豪华游艇抓地中海的海鲜吧。”观众朋友，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在跟你开玩笑。这一次讲时尚、讲 fashion、讲豪华，就是真的要下重本。这次真的是双层的豪华游艇，绝对不再是给你什么渔船，然后加柴油呢，哒哒哒哒哒的那一种，好不好？也不是快艇。你看到里面上面有还有楼梯可以这样上去到第二层，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喝饮料啊，享受风景啊。然后下面哦，下面还有吧台。还有沙发，舒服豪华，太奢侈了啦！出外景那么久，我还是第一次搭豪华游艇去钓鱼。不过也别太嫉妒我啦，欧洲人来这度假也是这样玩的啊，入境就要随俗嘛。来，你们看到后面整个客厅圆形一进来以后。这边有个很漂亮的沙发，然后还有桌子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休息区，然后你看这边还有这个功能完整的厨房，你可以在那边煮东西、吃东西。这里面是冰箱，哦，非常漂亮。来，有没有看到下面？哇，地毯的，哇塞，舒适啊，里面有冷气啊。这边是主卧室，好不好？爸爸妈妈睡的两张大床，功能齐全，而且非常的舒服。然后这边。完整的浴室，哦，里面还有小耳间，然后这两边是客房或给小孩子睡的，这边是上下铺，然后这边是左右铺，总共四张床，再加主卧室5张床，然后还有那个衣柜，非常完整的一个小家庭的功能就在这艘船上面。然后我们甲板上面还有可以休息户外 BBQ 或是喝 champagne 的地方，非常高级，这才是时尚地中海啊，时尚。造价2000万台币的豪华游艇，3房1厅2卫，你想得到的这里通通有，适合全家出游，也适合3、5好友一起在船上开 party， 迎着海风飙速在海上，真是人生一大享受啊！如果能钓起地中海里的鱼，更是绝顶梦幻啊！来，给你一个，这鱼竿
很长，我很少看到这么长的鱼竿，拍这么多钓鱼的那个题材，很少看到这么长的。那这个你看，我们今天的饵也蛮特别的，它不是用一般的虫啊，或者是那种小鱼，它是用这个花枝，花枝切片，新鲜的花枝。来这边地中海好不好？钓钓看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以钓到什么鱼，钓到什么吃什么，好不好？如果钓到龙虾，我们就吃龙虾；如果钓到金鱼，我们就吃金鱼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老天爷啊，你就给点面子，可别让我落亏耶！好像有，好像不知道什么，还是掉什么？收起来，收起来。中标啦，中标啦！才不到几分钟，马上就有鱼上钩，而且这鱼的力量非常大，看来我得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能把这条鱼给拖上来。哇，不是很大条，但是却不好拉。等一下。没有，哎，你也有哎，你也钓到哎，好，等我，有，我看到，嘿嘿，终于把你给钓上来了吼！虽然鱼不大，但是力气可不小，想必它的肉质一定相当的好吃。欧瑟夫也不逊色哦，看来我们的午餐都有着落了。不过在回去之前，你就先稍等我一下哎，因为看到美丽的地中海，我就忍不住跳下去。好，跳哦。好。哎，超皮不好看的。对，我是砸到水里面的，应该很痛吧？超痛的，痛死我啦！原本想来个帅哥 beach boy 插海 style， 结果严重落场，变成一枚深水炸弹，弄得现场哈哈大笑。好啦，我就不信邪，再跳一次帅给你们看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哈 ，OK， 准备好了，往下跳。好冰哦，海水还蛮咸的，但是喝起来还怎么讲，还有一种清爽感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下面有东西吗？什么都看不到，可能现在是涨潮吧，所以那边还蛮雾的，看不太清楚。海水蛮凉的，奇怪，现在应该不是蛮热的吗？然后海流还蛮大的，你看我游不过去啊！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水流太强了啊！对，水流太强。在岸上看地中海，颜色如宝石，美得像幅画。没想到一跳下去，海的流速竟然超快，体力不够根本就是去送死。经过讨论，大伙决定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乖乖上岸吃海鲜吧。这些都是地中海抓的，对不对？过了那个责任，你的判断。对，地中海抓。好，好，有看到大明虾哦，它这不是小虾子哦。然后还有这个章鱼跟那个乌贼。那今天 chef 我们要怎么来料理这些食材？那所有他妈的跟他对。好，用烤的哦，就在这边而已，它烤盘就在旁边。哦，好热哦。哇塞，光看海鲜被烤得噗嗤噗嗤的样子，口水就流满地啊！
突尼西亚的料理方式不像我们为了要吃到最原始的鲜味，稍微穿烫一下就可以吃，反而是要烤到炒灰搭才及格。说真的，有点可惜啊。大厨说这是因为伊斯兰教规定不能生吃的关系。好吧，不过能坐在地中海旁吃着现抓的海鲜，夫复何求，爽度破表啦！现在就是我们今天出海的重头戏啦，我们的烤鱼好不好？哇，来先看一下这个烤鱼哦，哇，烤的焦脆的，这个我跟你讲，最厉害的就是像这样，肉白白的，然后皮有一点点焦黑，什么都不加，先吃吃看。盐巴再抹在鱼的表皮上一点点，然后那个鱼肉啊，软滑嫩，但绝对不会让你觉得它是松软，然后它就很有弹性，好厉害哦！接下来直接吃海鲜好不好？非常期待这一盘。哇，你们很幸福哎，常常都在地中海这边，然后吃这个海鲜。先吃这个虾子哦，它这个已经连壳都帮你剥好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整只大明虾，哇，好香哦。嗯，它肉质一看就知道非常有弹性。然后非常的新鲜，先吃吃看啊！哇，弹牙！你回去把你家那橡皮筋有没有抓一把，塞到嘴巴里面咬，就是这么弹牙。但是你是咬得断，你可以吞得下去的。现在吃它的，这个应该是章鱼吧，还是花枝？章鱼，好。真的很佩服突尼西亚的厨师啊，就算把鱼烤成焦黑，鱼肉依旧是香滑嫩，还有这六味香烤大明虾，肉质肥厚弹牙，简直比龙虾还厉害。 Q 弹有劲的酱烧章鱼脚更是在我嘴巴里开心的跳舞啊，而接下来这道海鲜总会披萨更是让我陷入极度的疯狂。哇，哎呦，你吃披萨都一定会这样对不对？对啊，一定会对折对不对？才不会掉下来，对啊，料都要掉下来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吃的披萨是真的有方法。一般我们在台湾呢，如果是摊开一片吃，那是已经是台湾人因为比较厚片，然后变台湾化吃法。真正的吃法好不好，都一定是这样折起来吃，因为它的料才不会掉，而且你可以整口吃到。哦，是不？它确实有点像优酪乳的感觉，嗯，比较乳，然后不像你看刚才这样拉开哦，它没有很多弹隙，没有那种太多弹隙，它比较像优酪乳的口感，然后它有点像，反而有点像奶酪，吃起来，嗯，对，比较cheese味又不会说像我们一般的那种台湾cheese重到，就是好像只有cheese味，对，你可以吃得到海鲜的味道，哇，这个好吃，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。